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何润东。大家可能从新闻里面看到呢，我今天稍早出了一起车祸，但是不用担心，人平安没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何润东。大家可能从新闻里面看到呢，我今天稍早出了一起车祸，但是不用担心，人平安没事。然后呢，在我车上的执行导演呢，他也去做了全身的检查，也没事了。然后就牙齿可能掉了一半，然后也刚才去帮他给补回来了。所以呢，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平平安安，也不用担心我了。我现在在片场正在努力的拍戏当中。